堂堂魔兵，居然连我在酒里下了铁树上之毒都没发现。狗血毒王，通体怕。四个人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有没有犹豫，是我的。屠龙青魔，没想到你已经到了第七层，今天绝不能留你。这些杀了你！要见师。雷声感觉他是废物继续，就让他是齐云喜把这血抽干了，这器官也能卖个好价钱。别浪费时间了，血都付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动手吧。都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赚钱。体内的剧毒并未完全滴出，这个是不过杀气儿早有够了。说，马上，四王，白兄，被抽走的血液，居然把体内的残毒全部清除，还帮我疏通了七经八脉。真的是你！快醒醒，我是血姐，快醒醒！你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九幽鬼域是我的。林震，休你个叛徒！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的愚蠢付出代价的。哼！七天之后是九幽魔族的荣归宴，到时整个龙城名流云集，这场宴会对我们叶家来说至关重要。您也是叶家的人，让你去陪林少审判了。林少能给我们叶家送来荣归宴的邀请函，请这个费用能行吗？大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叶三三，这个贱人，跟你一样，你都是个贱东西啊！妈怎么了？孩子怎么了？今天那个废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我们叶家照顾他整整5年。难道他不会报答我们叶家吗？我们呢，也只不过让他献点血罢了。明玉正商复发，时日无多。叶家现在是我爸说了算。叶菲菲，你要是给我保护四个名声，不然的话，我保证再见不起。大伯，妈，算我求求你，放过他吧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叶家的女婿，况且爷爷说过，无论何时都要保他周全的。闭嘴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替这个废物说话？菲菲啊，你看晴天都瘫在床上5年了，这老爷子呢，也请了无数的名医，都束手无策。你呀，就别再死心眼了。你看，我们大家都是为你好。小天哥，到底在哪儿？你好，房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菲菲省一点玩，不是白等一会儿。还有的事可别忘了。行，这次龙归宴我们林家是承办，区区一张邀请函我都没有做啊。林少，就好好享受吧。今天的菲呀是个退人。人第一名，可以了，好好玩死你！
你没死，菲菲呢？你这个扫把星，给我滚出去！要不然我打断你的腿！今天把这人的灵魂全，怎么样？就饶了你，否则你今天休想找死叶家大门！今天我还是小瞧你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还能逃出来！这要害我的人真的死了。 七天后啊，我们参加完魔族的龙归宴，我叶家将一飞冲天。除了我们是龙城的顶流家族，小子，看在老爷子的份上，让你在我们叶家安个下，不是不可以。我劝你呀、啊，别不识好歹。听着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天天。 你是干什么？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可以留你一条活路，否则老爷子以救不了你。今天你要是敢坏到林少的头上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呀，就是我们叶家养的一条狗，养了你5年，你现在居然还养狗了呢！滚开！住手！小子，你来的正好啊！躺着。 我是你老婆，滚开！卑鄙！贵妃，我行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啊！今天谁给你胆量，你敢伤害林少？他妈是个什么东西？送给林少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来人！ 这小子要废了！你们能废我他们吗？啊！那你干嘛？上啊！你干什么？我可是龙城林家少爷，连叶家的陪葬。啊！ 哎呦，完了完了！晴天这个废物，把林少手给打断了。晴天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这么做，我们叶家会被你害死的。晴天，你把事情搞这么大，明人要死吗？晴天，我一定要会被给你离婚。这个看着我心爱的女人，为这个出现糟蹋。林少的身份比你强千倍万倍。 林少要是看上菲菲了，那可是菲菲的红旗。就是啊，难不成你要叶特飞跟着你这废物去喝西北风？我告诉你吧，哪怕你是菲菲的亲人，也不能让你这么对她。闭嘴！你算哪根葱啊？我告诉你，即使你是菲菲的母亲，你让菲菲对一个她不喜欢的人这样，你还是人吗？ 晴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叶菲菲再也不想看到你，你走开！听见没有，菲菲是我的小瘪丝儿，你恨她打是吗？恨她有个屁用啊！在荣城宦，要讲势力，就要背景的。晴天，你闹够了没有？ 菲菲，在帮你啊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。林霜呢？签字吧。你相信我，我保证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晴天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你只不过是一无是处的垃圾，背叛不上我，立刻从我眼前消失。 小天哥哥，对不起，爷爷让我好好照顾你的。吴尊，这5年来您重伤，身体让你虚弱，不宜久留。我从叶家出来的时候，检查了一下叶无法的身体。
他的情况很不好，最多还能坚持三天。回忆到了吗？他已经在来的路上，明天早上必将给他们带上。有他在，叶子一定没事。五年前，王嫂领我进小九，判我下毒所害，幸亏叶无法及时赶到，用了命的宝物带回来。小子，你不过是一无是处的垃圾。 配不上我，立刻掌握眼前小事。好，母亲。不，绝非有危险。魔尊，属下已经派人暗中保护叶护法和夫人。若有人敢对他们有异议，我一定亲手做下天。好，魔尊，当年你让我追查的秦家灭门的事，有名吗？是谁？手上四大家族。他们。 请魔尊立刻下令，让属下去灭了他们。报仇的事，我早就知道。景平四大家族恐怕还没这么大胆子，我倒想看看他们背后有什么。是谁？魔尊，有人冒充您在荣城举办魔尊荣归宴，其举办方正是荣城四大家族之一。灵九，魔尊，属下担心九幽与玉女去叛逃。 已经知道您在龙城，无妨。他们想方设法的泄露我的身份，无非是想得到我手中的九幽灵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将计就计的陪他们玩玩。当年您失踪，六个月的地上，十定阎罗已然尽数是凌晨修的傀儡。这五年来，我一直在暗中的查访您的项目，并联络中心属下潜伏起来。属下这就让他们来见您。不必了，需要的事我会联系他们。 现在，我的身份和一切信息必须保密，我自有安排。四大家族，还有叛徒林振修，是我亲人，通敌叛叛，魔尊荣归宴上，会好好的跟你们算清楚。魔尊不好了，夫人一个人去了调会所。 We'll be going past midnight. Straight until the sunrise. When I'm gonna love and do the night. Straight until the sunrise. Jumping till we get high. 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我不是知道你，我已经认识你。林少，我和孙天已经离婚了，他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只要你答应放过他，你让我干什么，我就答应你。 没想到你还是那种情有余的。讲条件，在我这儿，我有一点资格。林少，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他把我伤成这个样子，你觉得我会放过他吗？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。我，他是个刚烈的女人。 可惜啊，贩子越积，我就越心痛啊！我杀手啊！臭婊子，毫不是我的手掌心！放狗！现在就是今天的打算视频连线，我玩他的女人！ 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现在你女人在我手里，你要是敢反抗，我就杀了这个贱人。小天哥哥，你走啊！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还来这干什么？妈，你相信我，我会跟你出去的。晴天，知不知道这是哪里啊？
这是我的意思，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威胁，给我跪下！给我跪下！不然的话，刀可就不用了。报仇！今天。 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奉劝你爸爸对不对？我杀死你！不要再打了，少，求求你放过他吧，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晚了，他今天必须死。不过。 当着你的面，玩你的女人，这也太刺激了啊！九幽鬼域，雪姬大人到。今天，那个骗子，谁都知道林家背后是九幽鬼域，谁都救不了你。鬼域，住手！ 龙神林家一棒参见雪姬大人，雪姬大人，这擎天的这个道法根本不把九幽鬼放在眼里，应该把他打入魔域。这魔域的厉害，这辈子都别想从魔域活着出来。九幽魔尊者，死！哈哈哈哈，擎天，你饿了没有？雪姬大人已经发话，想跟我们林家作对。 今天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！大人，你疯了！这天天这个狗杂子，不是？你们怎么了？属下来迟，请魔尊恕罪。魔尊，这个废物如何处置？魔尊，他怎么可能是魔尊？ 放肆！魔尊面前岂敢造次？区区廉家，我谈什么可面？是找死吗？哎，魔尊大人，如果是，我不撤，你是魔尊了。如果我要是撤，你就能给我一百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的。废了他，再让他长长记性。 魔尊，魔尊，魔尊大人！少爷，这小子就是叶家的赘婿，怎么可能是魔尊？一定是他花钱买的演员，我们都被他耍了。废物，多谢大人说，我跟你没完。 夫子，您受伤未愈，隐藏性命中真气，你这样只是会损害您十年寿命。大人说：“因为了我母亲，我就不死，我为了他，丧失你手里的荣光。”你想的叶家之臣畜生，全毁了利益，我夫人当仇。我想，你尽快恢复修为才行。无论你这些抓到我们。 魔尊护法，我。爸，爸，你可得给我报仇啊！你家赘婿的胆子太大，寻找了几个人冒充九幽鬼域的人，把我打成这个样子。
绝不能放过大威啊！好大的胆子，想想一个叶家赘婿，竟敢冒充魔尊的死儿子，找死！我怎么在医院？小天哥哥呢？完了，他一定出事儿了。菲菲，生病了不好好休息，这么着急去干嘛？小天哥哥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叫我马上回去一趟。行，给你一下。晴天，菲菲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你在外面闯的祸跟我们叶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现在安抚司令人来抓你来了。有些人啊，就是不知死活，一个垃圾也敢跟林上挂。假冒魔尊，打伤林少，晴天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？这是死罪。晴天，你涉嫌故意伤人，假冒魔尊大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晴天不要试图反抗，否则会拒捕，当场击毙。大伯，求求你放过他吧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也是为了救我才这么做的。叶飞飞，这个下贱的东西。这个小贱人都已经跟你离婚了，若不是他在外面闯了祸，给我们叶家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你还帮他求情？就是，你这个下贱的狗！林少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还不走人？你是想害死我们叶家吗？菲菲，你求我没用，该求的人是林少。菲菲，别跪，他不配。够了。你非要看到我们叶家家破人亡，你浑身街头才安心吗？好，我真后悔当时没杀了你。够了，现在马上给林少道歉。林少，算我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只要你答应放过他，我甘愿做你的女婢，任由你去世。好事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小美人啊，我可是真没想到，为了这个废物，你居然愿意做成那么大的牺牲啊！我可没有逼你啊，是你自愿的。我现在火很大呀，想让他活命，现在只有你的嘴陪我去去火。我要是不满意，我让他生不如死。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跟我们讲条件？这个女人已经是林少的了，你再说一句，老子让你脑袋开花！把她拿下！今日我的千刀万剐！我看谁敢！陈中长，哎呀，有失远迎呐、啊，还请恕罪呀、啊。我家呀，在养了五年的一条疯狗，它乱咬人呐、啊。陈中长，见笑了。陈中长。快把那个疯狗给抓起来，免得他继续害人呐、啊！对啊对啊，陈处长，您可不知道，刚才他当着安布斯探员的面出手打了林少，这种就应该拉出去枪毙，不足惜。陈氏，在你的管辖区域内，光天化日，强抢民女，故意伤人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，管是不管。钱大人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已经给你交代。谁给你们胆子敢抓我陈玄的救命恩人？谁给你们胆子敢抓我陈玄的救命恩人？陈总长，我是林家的少爷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垃圾跟我林家作对？住口！你在我的管辖范围上胡作非为，真当你林家在荣城能一手遮天吗？陈总长，你要为了那个垃圾跟我林家撕破脸吗？我可是，六天以后就是九幽魔尊的荣归宴，我林家
是这次荣归宴的承办方，我林家背后是九幽鬼域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得罪我林家是什么后果？放肆！好，好得很。程玄，咱们走一瞧。你这破虫丢都尉，林阳在此，我看谁敢造次。哥，你来了，来得正好。荣城安抚司总长啊，勾结叛贼，颠倒黑白，包庇凶手，把他们都抓起来，全部都枪毙了。今天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救你？真是蠢道人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直呼战王的名讳？我奉战王之命，特来巡查，谁敢造次，就是与我护城军作对，就是与我南定战区作对。来人呐，把陈玄今天都给我抓起来！孙恒，你听见了？护城军都尉干了头了！难怪林家敢这么嚣张，看来林家背后的人很不简单。九幽鬼域看来早已千疮百孔。林都尉，我堂妹与您上两情相悦，刑天这个恐怖东西心生不满，假冒魔尊行凶，还把林少打成了这样。他还和陈总长一起勾结，大闹叶家。我们叶家可都是守着父亲之力的村人呀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！没有你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没错，我可以作证，想与叶兄武说的是句句属实啊！林都尉，你得严惩那些恶贼呀！这还不好办，把他们统统抓起来，军法处置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胡说！住嘴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叶菲菲，你可别忘了，你也是我们叶家的人，你信不信？把你舌头归下来呀、啊！来人，把这个小贱人给我关起来！小子，听说你很狂啊啊！居然把我弟弟打成这样，但是我护城军有百种折磨人的方法，你放心啊，我不会轻松的弄死你的啊，我会跟你好好玩一玩。晴天，我知道你很能打，可是再能打又能怎么样？劝你不要使太早打，不然我可不敢保证心爱的叶菲菲和爷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。卑鄙，猪狗不如的畜生！晴天，你就省省力气吧，就凭你还想跟我们林少斗，看你呀、啊、是找死。这是九幽魔尊荣归宴的邀请函，六天之后在魔尊大人的荣归宴上，我会让魔尊大人为林浩和叶菲菲小姐证婚。哎呦，林都尉，哎呀，以后我们叶家都指望您了，林家族今晚要多多提携。好，林都尉啊，我家小女菲菲现在跟林少已经成婚了，哎，我们呢就是一家人了。以后啊，还请你啊在魔尊大人面前啊多给我们美言几句。至于这个晴天嘛，他俩已经离婚了，他是死是活呀，跟我们叶家没关系了。你想找个处置，都可以。好说，下次不会有你们这几个贱骨头。都给我带起来！好，明天鬼姨就会来荣城。父亲说了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好你的伤了。这一切是拜晴天所赐，你个狗杂碎！治好了伤，我要把它一片一片接了，喂狗！对，喂狗！小子，接下来咱们尝尝一千刺子的滋味，还有铁丝穿身，好好享受吧。来呀、啊，留个老实，用点力啊！小子，该怎么玩，我们说了算。林都尉吩咐过了，可不能让你这么容易的死掉。住手！
参见魔君，属下救驾在此，请魔君恕罪。魔君，欢迎。起来吧。在你南郡战王的管辖范围下，都烂成什么样子了？小小的护城军都尉，打着你的名号，到处胡作非为。魔君，属下立即调兵南郡战士，把林阳抓起，灭掉林家。凡是参与此事者，一律格杀勿论。林阳只是个小角色，不足为惧。你秘密把他抓起来，立刻突审，争取从他口中挖出有用的线索。四大家族不过是某些人的棋子，真正操控他们的另有其人，所以现在不方便大打出手。楚无道，你挑选绝对可靠的精锐手下，暗中调查林正秀。我怀疑东窝已经渗透进龙国，有消息立刻告诉我。还有，帮我调查四大家族的罪证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属下这来就来。记住，我现在的身份暂时不方便透露给大家，所有行动私下进行。谨遵魔君令，恭送魔君。圣天表业。魔尊，白命阎罗，向问天，荣城总督温馨航酒店。让他们进来。参见魔尊。我能相信你吗？魔尊，属下这条命不是你给的，当年要不是你，我也活不到现在。誓死追随魔尊，愿为魔尊活出性命。魔尊，这些年他们为了寻找您的项目，可是用尽了力气，他们绝不会背叛。起楼。我现在需要你们帮我做几件事情。第一，我记得荣城星辰有块地子开的，不行啊，你以总督的名义拿出百亿荣城星辰开发项目公开招标，这笔资金我会从天龙投资基金抽调过来。天龙投资基金的安若小姐即日抵达荣城，你随时听她调遣的，一切听她指挥。第二，白面，你去鬼市发布消息，公开收购紫灵草、千年冰山雪莲这两位药材。第三，学姐，从现在开始你不用给我，去贴身保护队，我不允许他和叶老爷子再出任何差错。谨遵魔尊令。魔尊，找到你妹妹。自打万龙会是覆海三省地下皇帝，势力恐怖，手下高手如云，涉及产业起火。各位，欢迎来到万龙会拍卖现场。今天这个女人虽然是个残废，但身材却是极品，还是个厨。起拍价500万。我服了，一千万，600万，1000万。没想到你这个小贱人还挺招人喜欢的，我会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，然后发给晴天看。不知道晴天的妹妹看到贞操被我这样拍卖，会什么表情？这个畜生，哥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联合四大家族杀我晴天那么多人，徐晴，真是放。就像看他生不如死的样子。不瞒您说，我故意放出消息算时间，他很快就到了。我就是要让他看到自己的妹妹被这么多人轮爆，然后一刀一刀的割下你这个小贱人的肉。我就是要晴天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在他面前死去，我要为父报仇。滚开！我警告你们，暴露妹妹，你们九族。哟，我的小宝贝儿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可让我好等了。徐天，放了我妹妹，你知道的，动我的亲人死的都很惨。哥，你糊涂吧，快走，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，你走吧。你
别管我啦！这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徐会长，你可真会玩。我出2000万，我要当着这个贱女人哥哥的面玩死他！我不仅杀了，还杀了。秦家人也是我杀的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杀了我，我好害怕哟！你这么瞪着我，很像你爷爷死前的样子。不论你联合四大家族灭我秦家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就杀了我呀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今天这一切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哎呦，你怎么还急了呢？好歹你是我前男友。哦，对了，你落日香本来是我敲断的，至今那声音我还挺怀念呢。要不要给你听一下这动听的声音？不要！天，我杀了你！阴天，朕行都要死，谁也别想活着走。就凭你，整个荣城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我面前出名？你有这个实力吗？现场的这些人啊，他们都是地下世界的超级大佬，何况这是我万能会的地盘，你觉得能杀几个呀？你去！根本不晃了眼，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。说，是谁让你灭我秦家的？不要，你这么想知道啊？是不会告诉你的，我要让你永远都抱着两头。看见了吗？那是我从你妹妹身上割下来的骨头，等会儿啊，我煮熟了拿来喂狗。拍卖继续。2100万，3000万，1000万。妹妹，你怎么样？让喜哥来吃了，你一定要挺住。哟，齐天，可以啊，但是他中了我亲自下的毒，3个小时之后没有解的话，全身溃烂而死。交出锦囊，否则死。休想！我为父报仇，我死了又如何？你有本事杀我呀！真的，我不敢杀你。来呀，来杀我呀！哦，忘了告诉你，这种毒药没有解药，是不是很惊喜？你这么厉害，那你拿出你自己的本事，可以灭解毒呀！找死！妹妹，哥带你去医院，你撑住。医生，医生，安娜，你谁呀、啊？这里是急救室，没有医生的安排就往里面闯，你懂不懂规矩？医生，救人！滚蛋！哪来的臭小子？今日里胡搅蛮缠，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？我们医院可不就是你这种穷鬼，赶紧滚！不能再胡搅蛮缠，我去救安娜。你找死！怎么样？徐主任，这个臭乞丐还打我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个臭乞丐还打我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放心，嫂子，谁欺负你了？吃亏都是你，讨厌！小子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万隆会的医院，你敢在这儿？带着这个女人马上滚，别让她死在这儿！万隆会很厉害。整个流程谁不知道啊？万隆会的护海三省地下老总，应该惹乱了。敢在这儿，官方你死都不知道。这样子的人还配当医生？毫无医德的仗势之人！万隆会不会放过你们何志刚？放了我！杀你！脏了我的手！医生。10分钟之内，让鬼医来万隆医院救人。快！徐医生，这小子疯了，算个什么东西？让鬼医10分钟之内过来救人。小子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？人家鬼医那可是成立联盟，就你一通电话还认识，那是太过了。徐医生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快叫保安把他们赶走吧。这女的死了医院，你到时候再讹诈我。你说万隆会可不会放过我？
首！谁这么大胆？魔尊属下来此请恕罪。废话，你快去看看我妹。怎么样，魔尊？小姐中的是噬心蛊毒。什么？噬心蛊毒？好狠！这个仇我一定跟你死。不过魔尊您放心，小姐的毒已经被属下压下去了，不会有性命危险。但想要根治噬心蛊毒，还需一味药引。什么药？魔尊无需紧张，就是你身上的麒麟血。魔尊，小姐的毒已彻底根除，她的腿还需鬼域的黑玉断胸膏，我已派人立刻送她。好，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记住，休息好了以后赶紧去叶子，叶老爷子的病还需要你去治。魔尊放心，属下遵命。晴天，你居然出来了！晴天，你居然出来了！不会是越狱了？一定是陈玄的关系给他呀弄出来的。陈玄能救他一次，不见得能救他第二次的。等魔尊荣归院的时候，我一定告诉魔尊，到时候看他怎么死。晴天，不过是我叶家养的一条狗，现在给我滚！来人呐，给我滚出去！应该在门口立个牌子，晴天与狗不得入内啊！我来是为了救你。行了，别找借口了。我看你是看我们叶家心情不好，现在又能参加荣归宴，就是。老爷子的病啊就不用你操心了，鬼医啊已经抵达了荣城，云少答应我们帮我们请鬼医给老爷子治病，你啊就哪凉快哪呆着去吧，别在这碍眼了。这胆子鬼影子看清楚，这位是我请来的鬼医皮医生先生。今天我没听错吧，这就是鬼医？你真当我们是傻子吗？云少可在这里，他可是认识鬼医的。老爷救了你，没想到你带个棒花过来害他。晴天，这个忘恩负义、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究竟是何居心啊？大胆！大胆！竟敢冒犯秦先生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吧。叶老何等英明之人，竟然会有你们这一群没脑子的子嗣。先生，爷爷的房间在里面，你去给他求治吧。站住！我看谁敢！哎，叶飞飞，到底看上你这个废物是满嘴跑火车。就这，你跟我说是鬼医？小子，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找来的冒牌货，但是今天他要是敢踏进叶老爷子房间一步，一定会让你后悔。我能把你送进监狱一次，就能送进去第二次。住手！小金哥哥不会害爷爷的，我相信他。你们能不能不要再针对他了？飞飞，你不会是疯了吧？连他吹牛你都信？一个躺在我们叶家五年不能动的废物，怕是他的脑子都坏掉了吧，才会说出这种胡话。就是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你还真以为他是魔尊大人？真笑死人了！叶飞飞，如果你还当自己是叶家的人，现在马上给我滚回房间去！难道你真的要这小子带着冒牌货去害死爷爷不成？飞飞，小心！爷爷身陷剧毒，有些人居心叵测，要害爷爷绝不是我。胡说八道！不是你，难道是我不成？今天马上给我把这个冒牌货给我带出叶家。好、哦、你叶子飞远一点，看在老爷子的份上，你叶家可以不跟你分了。跟这种垃圾有什么好说的？等等，有利
真的是鬼医平一指？这个狒狒居然真的请来了鬼医平一指？这怎么可能？完了完了，我的伤，无数的龙都束手无策，只有鬼医能治。得罪了他，我岂不是没有救了？鬼医大人，我是荣城林家的少爷林浩，刚才不知道您就是鬼医大人，真是多有得罪啊，还望你多多包涵啊。我们林家呀，正要寻你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。你快看看我这一身伤，只要你把我治好了，枕巾、美女、豪车、别墅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我们林家都满足你。不管你要什么，我们林家都满足你。林少，你还真的相信这个废物能请到九州魔域的鬼医大人？秦武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一言多令，岂能有假？林少，你难道忘了他假冒魔尊的事情吗？他不过就是夜里养的一条狗，既然他能假扮魔尊一次，自然就能假扮鬼医二次。这个鬼医阎罗大人是假的，他手中的鬼医阎罗令自然是假的。好啊，秦家你好大的胆子，骗人居然骗到我们头上来了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废物怎么能请到鬼医阎罗大人呢？今天你是不是忘了怎么被林都尉抓住监狱？现在马上都跪下向林少磕头道歉。我可以去爷爷那儿求求情，饶你一条狗命。小千哥哥，你快道歉啊！我知道你着急救爷爷，可你也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欺骗我们呀！假冒魔尊，假冒鬼医，那可是死罪呀！你快给林少跪下道歉啊！今天就算你找得着是真的鬼医，今天我不能让你救叶老东西。叶家是属于我父亲的，运筹多年，现在到了最关键的关节，绝不能让你给毁了。菲菲，相信我，这位真的是鬼医。够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林少已经答应了全力救助爷爷，就别添乱了好不好？当初爷爷让我嫁给你，我没犹豫，我不言了。我答应过爷爷要好好照顾，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知道这五年你受了太多的委屈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苦受累，也不会再让人欺负你。相信我。悠悠啊，在这儿上演苦情戏呢。菲菲，既然你知道这个废物没用，你还把我轰出房间去。菲菲啊，你现在和这个废物东西都离婚了，就别再处处向着他了。林少对您那可是一片痴情啊，你千万别辜负了林少。就是，林少是荣城四大家族之首，背后又有魔尊做靠山，这个废物哪儿比得上我林少呀？没给林少提鞋。叶菲菲，你应该清楚，凭林家的势力，如果林家针对叶家，那叶家可就全完了。放眼整个荣城，有谁能承受林家的怒火呀？叶家人都长了一双狗眼，真是愚昧至极。来，这里是叶家，岂容你一个冒牌货再次杀野？林浩，你今天冒犯了秦先生，还质疑我诡异，还妄想我给你治伤，哼，下辈子吧。这家伙，哎呀，我们吃饭的。他真是诡异！来人了，把这个假冒鬼的老东西拿下！你今天死定了！不仅假冒鬼医，还偷学鬼的独门绝技——黄昏十三针。今天我就请魔尊亲临门户。不错，绝不能让他靠近叶凤千半步。来人，那给我把他抓起来，交给魔尊。我倒要看看他魔装的什么神。林少，快集结人手击杀厉贼呀！是，剧毒在您体内停留了五年，对你的身体伤害很大，不宜动用真气，区区几个跳梁小丑，何须您动手？
先生，天鹰噬骨粉之毒已经渗透叶老全身，要是我再晚来一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了。鬼医大人，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爷爷。夫人放心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。王八蛋，比尔在寨山的招惹我林家，给我滚出来受死！来得好快啊！这样，菲菲，伊犁无大碍，你留下来照顾他，我出去看看。小天哥哥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不，叶这人还是不长记性。师姐，你守在这，谁敢打扰老爷子休息？杀！是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就是你们！打伤了浩儿，二叔，就是这两个王八蛋，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我要把他们都杀了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今天你死定了，放你在荣城，我们叶家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废物。当年老爷子真是瞎了眼，居然把你这个半死不活的废物带回家，你家菲菲照顾了你五年。爹，你是这样报答我们的吗？安云瑞，他可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啊！这个失灵趴位的畜生，哎呀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呢！如何处置，都听您的。安云瑞，你再在林家的面前啊，多替我美言几句。林上喜欢我们家菲菲啊，我绑也给他绑到林上的床上去啊！畜生，一个贱货！还想用他来巴结我们林家？到你们叶家算什么东西？今天开始，你取消与叶家的所有合作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联合四大家族封杀叶家，直到叶家破产、永不存在为止。完了，叶家完了！都是你这个狗东西，要害死我们叶家呀！今天都是因为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得罪了林家，我们叶家会面临有道逼到破产的地步吗？林肯口若大人刀，林家好威风的，光天化日之下强挑民女，恶意打压，你们林家人眼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总督大人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是他假冒魔尊还雇人扮演九幽鬼域的人，我见义勇为，检举揭发，将我打残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还有那个老东西，假扮鬼医平一尺，跟晴天同流合污，罪无可恕啊！他们二人应当受凌迟之刑啊！不错，并非我林家仗势欺人，是这小畜生打伤我侄儿在先。我林家过来讨回个公道吧，总督大人，我林家是魔尊扶持的家，希望你一定秉公办理，不要因为这点小事自毁前程。放肆！李希航，你敢打我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飞行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除了会狗仗人势之外，好像也就剩下你肚子里那点鸡鸣狗盗。我堂堂总督打你。魏信行，魔尊特使一到荣城，我林家为敌，别说你是总督，就是京都权贵，在魔尊眼里都只是只蝼蚁。林家果然是将魔尊的傀儡荣城这滩浑水，加点猛料搅一搅，我不信你们不是狗。小小林家公然威胁总督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林家人到底有多厉害。朋友，等等，咱们讲再讲。感谢总督大人刚才解围啊。林家背后有九幽魔尊，我真的联合十大家族攻杀我们叶家，恐怕我们叶家在劫难逃了。区区一个林家，就把你们吓死？林家，你叶家向来一直很好，若不是你，
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为难林少，叶家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今天你马上带着叶飞飞那个小镇人去林家给我赔礼道歉。林家要杀要剐，都得跟我受着，跟我们叶家没有一分钱关系。你闯祸，就得你自己负责。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还敢在总督大人面前吹牛，我看你是怎么上场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就帮我们叶家。 度过现在的危机，要是我可以帮叶家化解这次危机，你跟唐三床上5年的废物，敢说这样的打？你也不怕闪了你自己的舌头啊？如果你能帮我们叶家化解危机，你跟飞飞的事儿，我呀，我就不插手了。好，这个是你说的。天龙投资集团。 在荣城新城开发建设项目中注资100亿，该项目已经开始招标，明天下午1点在新城阁举行。届时，天龙投资集团的 CEO 安若调解会亲自出山。天哪！一想，如果我们能拿下1%的项目开发权，那我们叶家就能重回巅峰时期，不用处处看人脸色了。在新城开发项目啊。 你说投资只有100亿，但项目一旦启动，新城住宅就会创造数千亿的利润啊！还有学校、商场、公园、街道，哎呀，等等配套设施，这是创造数以万亿的大利润项目啊！可是这么大的项目公开招标，不仅金大家族会参与进来，就连京都权贵也都会被他们影响。我们叶家怎么可能拿到项目的开发权？ 我能拿到新城项目的开发权？就凭你说那话行吗？啊！今天，如果你能拿下项目开发权的10%，你就跪下，向他忏悔。我可没有这个无耻之心。秦先生，这是安小姐托我给您带的星辰阁竞标邀请。不可能！ 总督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秦天不过是我叶家养的捕鱼的一条狗，他是怎么能有资格拿到姚小楠呢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云上面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废物。他怎么可能有资格认识天龙投资集团总裁安诺小姐呢？住口！谁说他们有资格？谁说他们有资格？林燕。 您怎么出来了？您大病初愈，就应该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您病好再说。小天啊，爷爷对不起你，让你受委屈。妈，你没事了？该死的老东西，居然真被爷爷给救活了！爸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？齐天差点把我们叶家害死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？我还没死啊！你们几个畜生，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 瞧你们，这干点什么事了？叶家飞飞，这小天离婚，才刚刚几天呢？叶家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，你们给我跪下！爸，我这个都是为了叶家好。跪下！爷爷，今天假扮农村，打伤了林少，现在林家联合4大家族的人要封杀叶家的产业，这跟我们有没有错？明明就是他的错。老贵，应该是今天跪。啊！ 上次躲避，你们真让我失望啊！秦天，别得意，这早晚得把你算了。小溪，你就在这里守着，有人靠近，上不上？什么？秦家灭门案，朱某竟然是万隆会？这件事儿没这么简单，万隆会不过是抛出来的一枚毒饵。 那您从徐婷手里救出小姐，岂不是正中他们的诡计？现在看来，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到底是谁？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无妨，有事要浑水摸鱼，不是正好吗？喂，雷豹，这时候该你出场。雷豹，暗夜杀手组织还没第一发神。传说此地一人暗杀多国政客，一般。 杀人手段凶残至极，是黑狱罪孽的无光杀人。
这十年来，雷暴萧城历久原来在罗尊这里，魔尊大人，今天的要走杂碎，现在仗着总督卫的撑腰，我们实在拿他没办法。我怀疑我儿林阳的尸首，我奔信堂脱不了干系。哼，人家选手的御驾就保命，到现在连指标兵器已经都没见过，你语气是什么？今天有你们有何用？魔尊大人饶命。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战局的人手不是一切代价，杀了绝绝，而后九幽令。多谢魔尊大人再造之恩啊！如果再失手，你们就一起下地狱吧。 小天哥哥，你会不会怪我跟你离婚啊？傻瓜，怎么可能怪你呢？离了，再结不就行了？你是我老婆，只要你不干不走，其他人没人敢惹我。讨厌，谁是你老婆了？菲菲，我有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。但是，告诉你之前，你一定要调查好自己情绪。什么事啊？这么严肃？跟你爷爷下毒的人。 是你大伯叶百辰和叶青武。什么？你先冷静一下，接下来我跟你说的每一个字都要记在脑子里。好，我听你的。 你好，你敢动我妹妹，我杀了你！你敢动我妹妹，找死！看来古锦辉已经出事了，没想到林家有这么强势，居然能从古锦辉手上劫走人物。小青哥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林天烈混蛋绑架了我妹妹，我得过去一趟。不行，你不能一个人去，他们一定是下了陷阱等着你。我去问问我爷爷。来不及了，这样，我先过去。 你知道跟你说的话，我话一点。没想到这小贱人还挺美的啊！冒死了今天，你好好说说。然后，金主任也成交位了，用我说。 让他眼睁睁的看着他自己的妹妹被我们玩，他岂不是更傻？叶飞飞，你少爷，先办正事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他妈要你救我！这里全都是我的人，而且他的妹妹在我手上，只要他敢，必死无疑。爷爷，站！ 放了妹妹，否则今天你还真敢来啊！哎，要动哦，要不然不知道你的刀还拿不拿得稳？林浩，放了我妹妹，以我的恩怨，冲我来！好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你不是很勇敢吗？现在你自废了，跪在我的面前！ 磕头认错，不照办也可以。那，让秦眼看看是怎么死的。好。
住手！要是敢骗我，定把你挫骨扬灰！今天啊，你也有今天。现在，你和你的妹妹就是我手里的一块肉，想怎么就怎么捏。还有叶飞飞那个贱人，如果不是你，那瓶子坏不好吃，他早就是我胯下玩物了。啊，对，你还废了我的手脚，今天要千倍百倍的还给你。哎呀，我先玩了你妹妹，再去玩叶菲菲。我要跟他们比翼双飞啊！哎呦，想想还真帅。来人，把手脚给我打断！要、啊！啊小子，你怎么耍我？敢动我妹妹，你想怎么死？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嘴硬？他们都是魔尊麾下的顶级高手，强力杀力。拿什么跟我斗啊？谁杀了这小子，奖励1000万！上！怎么看？他对我出手！你只是叶家的一个废物赘婿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身手？我是谁？我还没资格说。你敢杀我，整个叶家你要给我陪葬！今天我的女人叶菲菲到临头还敢威胁我，我就是个幼儿，调虎离山而已，已经去了叶家，你觉得就凭那个叫雪姬的女人换得出500安危吗？是不信，他肯定换，一问便知。还敢威胁我？死了！胡道，我限你5分钟之内去叶家。另外，叫白面来，龙城东郊那位老，把我妹妹送去医院。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，刚才强行一击。要是真奇逆袭，我想想，我得马上赶回叶家。李洛南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以为我叶凌天好欺负吗？叶老爷子，如果我没记错，5年前你是七经八脉尽墨废了一个。就凭你叶家这阿猫阿狗，来撩我妈！林大人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呀！得罪林家的，这是晴天啊，跟咱们叶家都没关系啊！晴天不过是叶家养活你爷的一条狗，况且现在早已被逐出叶家。那个废物，真是害死我们了！菲菲，你快把那个废物找回来，要不然我们叶家可就完了！哈哈哈！来来来，把叶凌天、叶菲菲带走，其他人全部杀了！谁敢？再靠近一步，死！嘿嘿，这老来的野丫头，竟敢多管闲事！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叶老爷子，劝你还是立即交出九幽令，我还考虑你的叶家一条生路。九幽令，乃九幽魔尊之性，不仅可以号令十殿阎罗、四郡藏王，
四件三大财团都得替你调调，李家果然打了一手好算盘。看来这锦罗令真正在你手里。不，我是一个糟老头子，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手里？什么？老东西，我再说一次，交出假妖令！老东西，我不妨告诉你，今天的行动。 是魔尊安排的，他不仅掌控九幽鬼域，还是厉哥阁主这些暗卫都是魔尊手下的精锐个个武功高强。你们叶家和那个叫秦千的杂碎，和魔尊比根本不值得一起，拿什么和我斗？对了，秦千可能现在去阎王那里报道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胡说，小天哥哥才会死，你还有脸哭？ 当初要你嫁给林少，你不听，又非要给那个狗东西在一起，叶家落到秦家那个地步，都是你们害的。没想到这把年纪，保养的这么好，如果母女双凤一块玩，嘿嘿嘿那可是别有一番风味呀！ 畜生！啊！我就喜欢你母女这样泼辣的性格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把这母女带进房间，不要好好玩玩这对母女。完事以后，兄弟们全听话。还没脱呀？自觉的脱了，让你。 眼睁睁地看着你妈妈死在你面前，不要，求我，快点，我快有点等不及了。住手！啊！今天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看看这个女人是谁？呀，女人活着回到叶家，可真让我意外。那位楼主，部下千罗镜。 都没在弄事，看来耗费的费用很值。3秒钟，放开他！杀我！杀了他！滚出去！不然，杀了这个女人！啊！小天哥哥，想死了死了！万里可都是我的，我认识。 500名暗卫，今天500人，如果500人同时，万一这女人，那将是我自己啊！师姐。 魔尊，你真糊涂啊！你强行催动真气，要是我再晚来一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救他们，我做什么都知道。魔尊，这是我特意带来的极品死随弹，你快赢下。不愧是极品系统，修为中位魁。 只要找到紫灵草和青年冰山雪莲，就可以突破九龙奇魔第9层。魔尊有令，四大家族不惜一切代价斩杀擎天，务必从叶凌天手里拿到九幽令。我刚得到消息，万龙会。 遭到学习，是暗影杀神雷暴干的，跟着西庭的所有亲信全被杀光。万龙会被胡景辉接管。王雷炮，他消声匿迹多年，如今卷土重来，龙城要变天了。李家主，你说的这个擎天，可是叶家赘婿。 莫非
方就是秦家那个漏网之鱼。平爷，爷和我妈怎么样了？夫人放心，他们已无大碍，休息几天便可痊愈。<笑>真是太感谢您了，平爷爷。夫人无需客气，这都是老奴应该做的。先生，我这去为他们调配药方，先告辞了。辛苦了。对不起，老婆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说这么大的一句。 快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你老公啊！胡说！南京赵公楚道和鬼云岩王平一举，他们都对你毕恭毕敬的，肯定不是真的。老婆，你再给我几天，几天过后，我什么都跟你说，好吗？你要是再敢瞒着我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我怎么可能瞒着老婆呢？少于枪法掉，才不信呢。哥，吴玉忠与指定名单的所有人都以秘密提到蓉城。 他们也都按照你的布置，潜伏在蓉城的各个角落，万隆会也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只是徐婷提前收到了消息，跑掉了。他能逃走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他的背后一定有大人指使。还有，一个小时前，四大家族在幽灵会所密室内秘密聚集，密谋审查，暂时还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林少木今天去见了一个神秘人。 我查过了，这个神秘人来自内阁。好，他与总算陆续上钩了。雷暴，你暗中派人调查南京的一切信息，越详细越好。你可以动用一切力量，我不允许有失误。莫非你怀疑楚道？老公，下午就会新成八八项目的招标会了，我给你去买几件衣服吧。身上这件还是我3年前给你买的呢。 我一定非得男人，可不能这么寒酸。走。好。喂喂喂，别碰！这儿的衣服可是你买得起的，万一弄脏了、弄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们是来买衣服的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就你们还买衣服？像我们店里这衣服多少钱吗？就你们买得起吗？这位小姐，您不看看你旁边的这位先生，他是什么呀？乞丐都跟他好。 赶紧走了，别弄脏我们店里的地板，污染我们店里的空气。我们还正布置，辛苦的叫过来。哟，叶芬芬，怎么是你呀？半截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叶小姐，你想刚才在这遇到我？怎么，带你这废物往东出来买衣服？听说四大家族已经对叶家进行了封杀，怎么叶大小姐还有钱来这里买衣服？ 再过不了多久，叶家就破产清算了，到时候你得跟着你的废物老公不巧下去了吧？要不我赏给你们俩夫妻100-200的，地摊上十几块钱的衣服多的是，100块钱可以买几十件呢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这里的衣服可不是你们能够买得起的，我劝你们还是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叶菲菲，看在我是老公绝对份上。 您说我没底气，咱们万家在蓉城，好歹也是四大家族之一。只要你满足我的条件，叶家的麻烦我就替你解决，怎么样？看你就没憋什么好屁。别这么着急拒绝我，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就是你陪我睡一晚，我保证在蓉城没有人敢找你麻烦。 怎么样？万少是以为我了吗？怎么还惦记别的女人？把我当什么呀？你也是我的小宝贝儿，到时候你们一起伺候我。他，你个狗东西，你敢动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万家少爷。家少，就可以不作为。老公，你快放手，他可是万家少爷，我会惹不起的。知道怕了吧？还不赶紧放开！ 告诉你们，叶家完了！我要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让我吃不了兜着走？你不过是叶家养的一条狗而已，你狂什么狂？识相的，把叶菲菲这个美人送到我床上去，我可以开在她的肺上饶你们。否则，我会让你吃。阿少，你没事吧？不好！阿少。 乱眼神，阿少，你没事吧？万少，在蓉城这块地面上，居然有人这样不长眼，敢跟您动手！
你他慢慢管！万杰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件事情是我老公做的不对，赶紧道歉。道歉？他打了我，这没句道歉就完了吗？那你到底想干嘛？很简单，只要你陪我睡一晚，把我伺候好了，我可以放过这个杂碎的命。怎么做？不用我教你了吧？我可提醒你，你们叶家已经完了。 别妄想会有人来救你！我可不怕。今天，难不成你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吗？好啊，来呀，动手！小子，你不过是叶家养的一条狗，叶家斗不过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跟我斗？今天，我不仅要玩你的女。 我还要把你送进去，像你这种无名小卒，就算死在里面也没人关系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万少，你可是大人，放开！给你5分钟，龙神当头。哟，还会叫人？ 住手！住手！无业，这小子是小偷，被我当成歹猪，然后就动手打人，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妖法把我整成这样。你可一定不能放过他。对，就是他们，偷东西，我和万少都亲眼所见，快把他们都抓起来，胡说！你们无耻！叶菲菲，在蓉城就没有万吉办不到的事情。我劝你还是乖乖从了我吧，否则。 你俩都得死！叶菲菲，这可是万少给你的机会，他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今天出门吃屎了，罪恶的正是我。王八蛋，你敢骂我？胡爷，您看到了吧？这小子无视你的存在，还羞辱万荣辉。快，我把他双眉打断，再把他舌头给他拔了，我让他生不如死。胡爷，是今天这个杂碎无视您的存在，羞辱万荣辉，你打我做什么？ 住口！打的就是你！别以为你做的那些鸡鸣狗盗的肮脏事，我不知道。这里可是有监控的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还想见我的首秀鲁田先生？胆子真大！把他送回万家，告诉万振东，他儿子我废的，想报仇，随时来找我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胡爷，这是做什么？ 这万家少爷，放开我！老公，刚才那位胡爷，他可是万隆会新会长，还是龙城的地下皇帝，你们怎么会认识的？还对你毕恭毕敬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如果跟你说我是魔尊，你应该不会伤心吧？我才不信呢！你怎么不说你是国王呢？但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我的老公。我们苦寻了多年的秦家余孽。 居然是叶家的罪行，查了5年，怪不得政府查无所终。秦家的余孽终于出现了，我还以为他为了活命躲一辈子。江叔，暂且让他多活几日。今天是新城榜一项目开发权招标会，等拿下开发权再说。不错，天龙投资集团。 是世界三大财阀之一。如果我们四大家族能够抱上这头大腿，谁以后还敢对我们四大家族说半个不字了？不知道这件事如何办好，那李大一定会重重有赏的吧？<笑>喂，啊啊！ 万家族，何事让你如此惊慌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在蓉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事情都难解决。我儿子被秦天给废了。啊！三家之主竟然重伤我，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哼，他这是找死！那位大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。 爱魔尊荣归燕尘，秦家余孽，你死！
少爷的全身心脏骨折都被打碎了，所以能伤我面目，我少爷的血在。废物！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让你陪葬。我听说鬼医阎罗平一直已经到中堂了，恐怕只有他能救我。来人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把平一石给我弄到这儿来。 是江哥，滚！滚！今天我要杀了你！老大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你又上钩了。四大家族或是三流公司，还有阴阳被师傅指出报了亲戚，他果然有问题。现在。 按刘勇，各方势力都朝着龙城袭击，这明显是冲着您来的。我们想吃李伯尊、任桂燕置你于死地。跟我们玩啊！老大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现在的局势你一露面，恐怕会遭到各方势力的追杀，切莫大意。目的就是逼我出现，如果我不在，那岂不是太无聊？ 既然他们想，那就好好陪他们玩玩。赶紧滚蛋！你们这种垃圾货色，凭什么资格参加我们项目竞标？哟。 这不是叶家废墟吗？这里可是百亿新城开发项目的招标会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来的地方。林家族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叶家已经在我们四大家族中杀下濒临破产。怎么，还有勇气来此丁人现眼啊？唇齿挣扎吧，区区叶家，派个小丫头费事了，还希望拿下百亿新城项目，不知死人。 放心吧，老婆，他们拿不下这个项目的。走开，走开，别碰我们对你动手。你们凭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可是有邀请函的。叶菲菲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伪造新城阁的邀请函！你这邀请函是假的。叶小姐，你想要进去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陪我们几个老家伙玩玩，我们就带你进去啊！<笑>你找死！ 老公，这里可是新城阁，要是在这里发生冲突，我们就中了他们计了。再说了，我们斗不过四大家族的，还是算了吧。小姐，我可是真的想要救叶家，我说话算数，对待你这种女儿，你绝对不会亏待。<笑><笑> 我可以证明，岳飞飞手里这竞标邀请函是假的。岳飞飞，如果不是秦天和你们这个废物，我和我爸至于被老爷赶出叶家吗？岳飞飞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，现在交出叶家，还不至于沦落为乞丐。若再执迷不悟，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伯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当初爷爷为什么把你赶出叶家？你心里不明白吗？岳飞飞。 你这个贱人，还有资格赛车教训我们呢？如果当初你乖乖听话嫁给林少，我们叶家至于落到现在这般田地吗？你还有脸教训我们？你信不信？撕烂你的嘴呀！下流社会，让外人侵吞家产，是拿这么中国的人的肺，再起，杀了你！秦天。 你不过是我们叶家养了五粒条狗，你看他活！林家主，您看看，这就是我们养了五年的白眼狼啊！现在对我们恩将仇报，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你放心，这件事我管定了。再容错，还没有人敢坏了我们四大家族定下来的规矩。来人！是。别人废了他四肢，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，别在一个垃圾身。 浪费时间，忙完了再找个人算账。住手！我
我看谁敢在京城阁楼地板撒野！你们是吃了雄心豹胆了，敢在我京城阁楼门口闹事！徐总理，您是秦天这小子伪造邀请函，若不是及时发现，一旦让你进京标现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这也是为了天龙投资集团的声誉造成，才动了手。你说这邀请函是假的？ 没错，我们的邀请函都是红色，只有这一张是金色，一看就是假的。像这种伪造邀请函的垃圾，一定要全力封杀，把它赶出龙城。放肆！这是天龙投资集团特制邀请函，整个龙城只有这一张，只有天龙投资集团最尊贵的客人才有资格持有这种邀请函。有眼无珠的东西！你们四大家族！ 是这么对待我天龙投资集团尊贵的客人的吗？就这份是捐是天龙集团最尊贵的客人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水龙是天龙投资集团的总裁助理，他说的话不会是真的吧？天龙投资集团可是全球三大财团之一的投资人，这次竞标恐怕悬了。这一定有猫腻，在我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难道我还不知道？他哪里有这么多的人脉关系啊？ 说不定许助理就喜欢这种费用钱的人。徐助理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不知道他是你邀请的客人。刚才我多有冒犯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林家主，你不该向我道歉，你应该向这两位天龙投资集团邀请的尊贵的客人道歉。刚才的事儿，不好意思。 今天，别光听了太多，今天算你走运。再如此，我是想让你死，没人能阻止。很快，就能下去陪你父母了。老公，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？许仲明为什么要帮你？我跟你说了，这个就是……算了算了，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了。沈哥今天所有人都是为了这个场景闹来的。 我们拿不下我了，叶家在龙城没有立足之地。行了，就别安慰我了。叶家这种情况，一定是许助理无济于事了。天龙投资集团怎么可能把项目给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？也怪我太天真了，竟然会陪你来招标会凑热闹。走吧，万一有奇迹呢？嗯。叶小姐，十分钟前。 整个叶家的账户已经被冻结，现在整个叶家一团糟，正在破产清算。这次的竞标会，你和你这个废物老公，可能要白跑了。什么？是你搞的鬼？叶小姐，我不知道你看上这个废物什么，让我贪污。这五年，叶家遭到清算，现在一破，我听说叶老爷子被人下毒，差点被毒死。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你下毒的人就是他！你胡说！叶小姐，我奉劝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，说不定现在回去还可以看见叶凌天那个老东西。最后一，要是老爷子出什么问题，我杀你全家！威胁我？你不过就是一个上家之犬，给我这么一点！你这小妖！ 还真是让我上头，招标会结束留下赔我。滚开，流氓！滚！这是，剁下了喂狗。小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认识徐助理的名字？来人，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扔出去！胡天青，小子。 没想到你还真有眼瘾，现在新城阁里也所有的安保，因为护城金接管，这次招标会我们势在必得。就凭你也想给我们四大家族？你就想噎死一只蚂蚁一样的。小子，我再给你个机会，叶菲菲留下，你回去给叶凌天带个话，让他带着九幽令来搜叶家人可活。我只给你一个小时时间，如果你敢耍花样。 我会让全荣城的男人还掉岳飞飞、张伟和梅名副其实的公厕。对，到时候林家主您拼个上，拍成视频
那绝对是龙国第一大片儿啊！找死！今天敢忤逆我们四大家族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吗？你们不要现在打电话问一下，看你们派出去的人还能不能联系上。小子，看来我还是太低估，没想到实力隐藏这么深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们四大家族，万里无悔，伤我秦家一百代后人。我给你们五天时间，有关之人全部去我父母坟前谢罪，否则。林家总，这小子什么来历？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？而且还如此肆无忌惮，莫非他还有后手？一定是叶凌天那个老哥报应。秦天就是个废物，他怎么会这种？查，不管问题出在哪，不能躲得过这一次。我不信下次他的运气还能这么好。一条丧家之犬，竟敢在我们四大家族面前狂妄！好你子，让你给蒙过去。当我拿下这个项目，定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四大家族的人都来了吗？安总，他们都到了，把安保全部都换成他们的人。安总，是不是立刻行动？我估计一会儿招标会开始以后，四大家族一定会动手脚。不用，他们就想拿这点手段来拿我们项目的开发权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说话了。荣城新城开发区项目竞标开始，现在让我们有请天龙投资集团安若小姐，还有荣城总督林希航家人。林家总，林希航怎么想这么来了？不会坏我们的好事儿吧？当然，今天在场的谁有资格跟我们争这个项目？在荣城，有四大家族就是天。林希航要是想搞神谷，也得问问我们答不答应。对，现在我宣布，荣城新城百亿项目开发权中标集团叶氏集团叶菲菲小姐。不可能，叶氏集团已经破产了，他们有什么资格中标？不错，安总，在荣城论财力论资质，谁不知道我们四大家族？安总，你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。怎么？你们这是在质疑我？你把百亿项目开发权给一个破产的公司，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要不然何以服众啊？大胆！是经过招标会严格审核的结果。你有什么资格质疑？总督大人，何必为了一个叶菲菲跟四大家族撕破脸？安总，我奉劝你把百亿合同交出来，否则我不肯保证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我不肯保证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谁说叶氏集团破产了？30分钟前，天龙集团注资了叶氏集团的30亿，成为叶氏集团最大的。这个呢，是股权转让协议。我现在将它全权转让给叶氏集团的菲菲小姐，菲小姐签字吧。即刻起，你就是叶氏集团新任的总裁，这不好吧？老婆，签字吧。我跟你说过，今天我一定给你让公主，你失去一切，全都给你拿回来。拿走！林家主，你身为四大家族之首，难道还想在总督大人面前强抢笑？安总，既然话说到这份儿了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，整个星辰阁全是我的人。今天如果你把新城百亿项目的开发权交给叶菲菲，那可别怪我心狠手辣。
就凭你们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真是找死！徐家主，你看那，我怕告诉你，今天这场招标会全程直播呢。今天耍我！全程直播呢？四大家族好威风啊！几位家主，谁让了？三位，好好想想，如何给自己脱罪吧。今天文心行你合伙设计，林家族，一攻二不休，三个草除干。老公，谢谢你啊，有了这个合同，我们立刻就得救了。这五美女为我赔罪，做点小事儿，算得了。说，你跟那个安若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要是敢骗我，可饶不了你。这个要从新城项目的活捉鬼不你死你还不配知道。小天哥哥，你下面。那现在是在街上吗？那我们继续做我们五年都没做的事情吗？不好了，任务失败，派出去的杀手全死了。什么？还有派去叶家的人都失联了，叶凌天也不知所踪。呸！连这点小事吧，滚！林家主，我怎么感觉这事有点不太对劲啊？区区一个叶凌天，怎么可能和我们四大家族对抗？还有秦家的余孽，他不就是个废物吗？这些年叶凌天连个屁都没放，他绝对没有这个事，一定是天龙集团的安诺在暗处帮忙。这次赶坏我们的好事，把我们把他一起给斩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说说吧。我去请鬼医凭一纸为我而治伤的发现了一个人。谁？秦柔儿。老婆，开始。讨厌，不行了。喂？什么？臭流氓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凭纸的咒术了，遭到偷袭了。爷爷和柔儿有危险。什么？这样，老婆，你先指着找。贱人，没想到吧？你又动手了。今天你可就没那么走。等我拿到准留令，我送你下去跟秦家人团聚。这么漂亮的女人杀了，实在是可惜呀、啊。既然你有兴趣，那就交给你吧。等你玩完了，也给兄弟们开开会。老东西，你不想死的话，就交出九幽令，否则你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宝贝孙女了。九幽令，这九幽魔宗的信物，怎么会在我的手里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装傻是吧？看来我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是不会老实了。叶凌天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百毒断肠丸。入毒者全身溃烂，犹如万蚁撕咬一般，生不可死，无药可救。你要是把九幽令交出来的话，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咬我！今天让你尝尝啊，被万人轮暴的滋味。住手！放他吧。哟，你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，我还以为可以多玩一会儿呢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，可真是让我意外了。徐婷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好意思问？你害死了我的父亲，今天我就算是跟你同归于尽，我要拉着你们跟我陪葬。你看你这个，给我
跟我没关系，这中了一种叫天衣噬骨散的毒，只是恰好在那里，他被利用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可是事实就是如此。这个疯子被别人利用了这么多年，还不自知。你究竟是什么鬼？你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认贼作父。闭嘴！切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 这小子是故意骗你的，他是想放了这两个人，千万别上当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我父亲是他下的害死的，天音除过散，是他的毒了毒药。不，怎么可能？俊涛，你罪该万死，为了报仇，你不择手段。 手上沾满了鲜血，现在受伤，我认你全尸，闭嘴！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送你上青天。好，闭嘴！你好大的不公平啊！是对是错，我是刑部司的人，看出来了。不过，你能从南京战亡那个监狱里逃出来，我算不下半生。今天我认，你放开了，我认你的处置。 想他们废话，谁不知道你身手了得？真以为我是傻子？不过你想让我放他，也不是不行。你只要把他给吃了，你就放了他们。不要！好狠！百毒断肠丸，你这个废物居然还认得百毒断肠丸？放他们，我吃。哥，别是那个鬼话，就算你吃了，不会放过我。闭嘴！ 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把你给你身后！你够没品！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来呀！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说这种话？今天，你现在只不过是我随手可以捏死的一只蚂蚁。杀了我弟弟和我二叔，这个账我一笔一笔和你算清楚。我要先杀了你妹妹，让你也感受一下眼睁睁看着自己至亲死在自己面前的感觉。等等，不要！我吃。小天，不要！ 他就是个骗子，你别上当。你快点，我可没那么多耐心。现在数到三，如果你不吃，就打断我的戒指的头。三，好，吃，好，不吃。啊！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哥，你快救爷爷。一个小小的不成年团。 怎么可能调动这么多狙击枪？看来你背后那个人，想杀我下属的啊！徐景竟然背叛魔尊大人，你爸真是贱骨头！今天你也不用猜了，我是你招惹不起的人。<笑>你也看到了，外面都是我的人，身上有十几把狙击枪对准你的脑袋，你身手了得又怎么样？最后还不是落在我手里？<笑> 你给我闭上！你给我闭上！天下还有谁敢忤逆我林阳？今天又为我吃了什么？这不是你刚刚给我的药吗？这么重，我吃了百毒断肠丸，你好好告诉我，百毒断肠丸和天音噬骨散到底是谁给你的？还有，四大家族背后操纵人又是谁？乖乖告诉我，不然死透过。今天呀，休想问我这些，现在外面都是我的人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马上把你打成马蜂窝。我要你给我弟弟和二叔陪葬。你胡来这么多年，你好好看看，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那外面的狙击手全部被我的人解决了，哪有什么招数？统统使出来！没想到一个叶家废墟，逃亡多年的秦家余孽，藏在那么深。快！
我杀了他，天将我是拜他所赐，让他的肉快被割下来喂狗。儿子，别急，今天这里的人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去。只要我拿到警戒令，人质就是我犯的。天东，快给我买毒断肠丸的解药。 林家警察，你给求我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万家被你们林家草哥找了那么多年，你问我什么意思？不过我要感谢你啊，帮我找到了九日历，只要交给那位大人，我万成功，他们再也不用看你们林家的脸色了。那你要什么？来呀，爬过来舔。好，我舔。来来来，我来。 大姐，对，林雅，杀了他！内阁秘密，狗咬狗，真是让我看满了猪好戏。今天妖术九幽令回来的你们都得死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背后的人应该是内阁阁主吧？没错。 阁主大人安排好了一切，连上午那个城市不足办事有余的东西，大人早就看他不爽了。我完全都不过是顺势上位而已。我儿子死了，我还可以再生一个。新家余孽，你就负责给我生孩子，生出儿子为止。你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 今天死到临头，你还嘴硬？从我踏进这个房间开始，空气里就充斥着剧毒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所有人都会毒发而亡，全身溃烂，化作一滩血水，消失的无影无踪啊！不好，是催魂化骨，不愧是鬼医阎罗。 错，就是催魂化骨，这是大人赐给我的至圣法宝。今天晚上你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小贱人，想活命的话，就乖乖跟我走，我会给你解药的。大人，你的手，死了。请魂禽魔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会魔尊的独门下招？不管你是谁，阁主有令，杀无赦。他们都中了毒。 强行动用真气，只会加速毒发。动手，先杀了这小子。我明白了，这一定是极品洗髓丹的功劳。没错，极品洗髓丹能让我修为恢复巅峰，更能让我摆脱不起。区区催魂化骨，能奈我何？龟一，麻烦你来看一下我妹妹，跟叶朗。放心，交给我了。徐天。 怎么样？秦剑，对不起，没错，我也在看伤害，死的最深。杀是我的儿子，居然从心扉发出。告诉我，他是谁？我没见过他的真面目，我每次看他，我只知道他是九幽宫时代的武神。果然是他。 其他的人是四大家族时，你去就是。谢霆，谢霆，谢霆，少爷菲菲，你这个贱人，现在还敢来叶氏集团，你是真的胆子大呀！ 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整个荣城已经是四大家族一手遮天的局面了吗？你们这对狗男女得罪了四大家族，恐怕时日已多了。哦，对了，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是你下毒要害死，目的就是为了和秦天这个狗东西争夺我们叶家的家产。你们栽赃陷害，不耻卑鄙，你们不怕遭报应吗？ 叶飞飞，看着你这样的份上，劝你啊，直下边把叶氏集团的股份交出来，还有那份天山百亿项目的开发权，否则你这个废物，下半辈子恐怕只能待在牢里了。我告诉你。
现在叶氏集团上上下下都是我的人，三大家族已经出手了。你和景天要是再不识抬举，我保证免了一个你叶氏的下场。现在只要你签那个字，十个亿立即打在你账户上。不签，不仅这十个亿没了，而且你们这个废物连命可能都得留在这里。无耻！天龙投资集团刚刚给叶氏集团注资了30亿，我还拿到了星辰百亿项目的开发权，你们想用10亿就把我踢出去，休想！叶菲菲，你得搞清楚目前的局势，你就是一个犯罪嫌疑人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我说你是毒害爷爷的凶手，你就是凶手。叶菲菲，我给你3分钟时间，马上给我签字，四大家族马上就会派人过来接手星城百亿项目。叶菲菲，可千万不要给脸不要脸啊！我手下这些兄弟，那可都已经是饥渴了很久的了。你猜猜，如果我把你赏赐给他们，他们会怎么样呀？老公，该干什么？老公，这可是有些东西不属于他。妈妈，别跟他说。好，先。啊，不过这也太险了，不会什么问题吧？这叶氏集团和星辰百亿开发权都在我手里，他们还能玩什么花样啊？来人，把他们拿下，关到地下室水牢去。大伯，你们出尔反尔。叶菲菲呀，你真是太愚蠢了，没想到这么容易骗，我就耍你了，又怎么样？你现在一无所有，拿什么跟我斗？今天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没想到你俩能无耻到这一点。哟，晴天，听起来你很不服气呀、啊？魔尊现在已经下令，谁能抓住你和叶菲菲，重重留刑。现在我就是叶家家主，我宣布，叶菲菲、晴天，把他们逐出叶家，以后啊，和咱们叶家没半点关系。好，这个是你说的，滚开！今天我警告你，你可别乱来啊！四大家的人马上就到，你要是敢动我，你会死得很难看的。对，魔尊大人已经请了内阁高手镇守龙城，还有南境战区的10万精锐。现在的龙城犹如铜墙铁壁，你要是胆敢动我一下，我保证你和叶菲菲两个人一个也活不下去。那怎么办？算了。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。可是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在他们眼里，除了利益，金钱根本一文不值。从即刻起，天龙投资集团和叶氏集团都在你们手上。我叶菲菲与你们父女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装什么清高啊，贱骨头，永远都是贱骨头。话说得好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啊！你们家怎么？求求你不能再打了吗？都是你女儿秉性，把我林家害成这个样子，杀了我弟弟，杀了我两个儿子，你说这笔账怎么算？晴天，我要你身边所有的人给我离家陪葬。那你会要带我去哪玩啊？借点东西去吧。嗯，好啊，走。立刻赶到林家，我不是杀了刘金雅。怎么会这样？老公，我要去林家救我妈，她被林少虎绑架了。找死！这样，老婆，你回家等我，我去救他妈。不，我也要去。好，我们出发。
林少某绑架了菲菲母亲，这里面一定有诈。你赶紧行动，叶家方圆起功离内，必须由我们照顾。林家主，你就确信秦天贵来了？当然，虽然刘希雅平时对秦天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他绝对不会看在他岳母在我们手里。 而不能不偿，那就让秦天还有来无回，九幽力在秦天手，办这件事在大人面前为我们每人解决。这个是我一点点心意，还请秦部长。好，以后你林家主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林家不就是荣城第一大家族？那我就。 谢谢陆统领啊！听说秦天他老婆林菲菲是荣城第一大，不错啊！这个贱人，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，都是极品。陆统领，如果你有兴趣，我愿意效仿全马之王，一定把这个女人送回去。好狂妄的小子！蓝郡战区第一干将陆腾统领亲自坐镇，岂能你等放肆？陆腾的坏事吧？ 我打了他面前，这家伙倒是人是鬼，在这里你死不得，滚开！菲菲，快救我！今天果然有胆色，明知林家布下天罗地网，你还敢来？不老实告诉你，就这点事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放肆！ 我乃南境战区第一战将陆总，接到举报，林家二爷和林家两位少爷都死于一时。是否属实？是又怎样？荣城安抚司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南境战区插手？大胆！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如此猖狂？你这就是在强词夺理。我是奉了南境战王的命令到此巡游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质疑我，还敢无视我的存在？就凭这一点，我就可以当场击毙。 今天，在陆统领面前，你不过只有十一只蝼蚁。一个小小的统领，也敢在我面前摆谱？老实告诉你，我是来带人走的。九幽令在此，如国主亲临，你们都是为龙国出生入死的战士。现在放下武器，我念你们在前线杀敌有功，既有我不咎。别听他胡说。 这小子假冒魔尊，证据确凿，现如今又仿照九幽令最大恶极，理应处死。所有人尽力击杀此贼，我重重有赏。谁杀了他，我奖励一千万。哼！那罗尊是哪一族？手持九幽令者，可号令四境战区百万雄兵，谁敢造假？九如寒生，定向有魔印书，此令是真的？胡说八道！ 我乃南境战区第一战将，曾与魔尊有过一面之缘，不岂会认错？假冒的就是假冒的，永远也睁不了。陆统领说的没错，这个废物如果是魔尊，那这么多年号召九幽鬼域的人又是谁啊？九幽令一定是他偷的，此等恶贼，定斩不饶。让你们看看我独门绝学九幽清魔。 看谁能防！真是不死！放肆！好小子，竟敢在本战将面前，你此等妖术模仿魔尊的独门绝技，到临头了，还在这装神弄鬼！今日我若不杀了你，你的威严何在？南郡战区的颜面何在？老公不要。 他们不是要令牌吗？快把令牌给他们，救人要紧。他们动不动，今天到了这个份上，还敢口出狂言？好，不要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交出九幽令，否则我杀了他。老公，快救救我妈！老婆，你放心，啊，先就算我死，你不用让他伤害他。秦天，我可真佩服你的勇气，我死三次数，把九幽令丢过来，我可提醒你。 你少花样！我给你。啊！
竟敢在本站家面前行凶杀人，太狂妄了！快开枪，杀了他！暗影杀神雷暴刀！老大，雷暴修罗，你们不是被镇压在魔域吗？出来！能镇住暗影杀神雷暴修罗殿殿主修罗的人，只有魔尊。天哪！ 他们都叫擎天老大，他真的是魔尊。快放下武器！残剑魔尊，你们干嘛？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他不过是个假的，你们都给我起来，都给我起来了！才是第一战甲，你们还在想造反吗？快来人！快来人，马上给我拿下！雷暴，让他闭嘴！再说话，撕了他的嘴！是，我看谁敢！哎呀！ 我没死，哎，我还活着。菲菲，晴天，你们这个狗东西，都是你在外面闯的祸，害得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你差点害死我呀！菲菲嫁给你，可是倒了八辈子霉了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小千哥哥冒死救你啊！住口！你叫我不应该吗？我是他岳母。 我就是让他替死，他也给我乖乖去死。我养这么大狗命吗？你怎么会不懂老外观呀？我可是你妈呀！够了，这么多年哪件事情不是我顺着你？可是你为了巴结权贵，卖女求荣，恬不知耻的说是为我好，眼里除了钱，有够我这个女儿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我撕烂你的嘴！我要是再敢欺负菲菲，不管你是不是他妈！ 都弄死！好吧，你俩翅膀硬了，你连和钱欺负我是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，你不要再来找我，我也不会见你，好自为之吧。老大，这些人怎么处置？林家的，全部杀了，至于南晋战区的人，交给荣城温西航，他会处理。至于他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敲开他的嘴。 是老大，都是我不好，让妈受了这样的委屈。别这样说，这不怪你，我妈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。该道歉的人是我。老公，你做的对，是我太软弱了，才会被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欺辱。老婆。 我们成功了，大人，一定要救救我们的，这是一个陷阱。星辰开发的那块地居然是九幽集团的，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那块地，我们就会向天龙投资集团赔付十倍的违约金，到时候我们四大家族彻底完了。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，大人。 那个擎天实在是太可怕，就您给我的随从把我对他毫无作用，还一张把我打成这样。大人，实在忍受不住，后患无穷啊！大人，不错，我派出去了几千手下，把荣城翻那个朝天，就是没看到那小子在哪儿，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那个是妇女和擎天的岳母刘庆啊，都可以利用一下。对对对。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对付今天。现在知道这个事是本身是，还是这个事？是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有点烦。是我妈。
姐，他们在管你。喂，妈，找我有什么事？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，老婆？什么事儿啊？四大家族的财产被冻结了，秦香母又出现了问题。 他们都在找我们麻烦，我妈还被扣押到了九幽大酒店。这样，我去一趟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哟，小田，你可终于来了，我们可就等你了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请坐。我的好女婿。 菲菲怎么没来呀？之前呢，我们确实做了一个约会，可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不配跟我们。今天这顿饭呢，就是为女儿准备的，是为了向你和菲菲啊赔礼道歉，希望你啊能够原谅我们。这么煞费苦心的事儿，只有过来，不是想害我呀？这个酒里会有你吧？是不是？ 瞧你说的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可能害你啊？我才知道，就这一点可以赔你道歉。小天哥哥，你原谅我吧。如果你想，我可以多多请你。走，来来来，坐嘛，别生气啊。有什么话呀，我们边吃边聊啊。今天呢？ 不是你的领地，你想吃什么喝什么，我亲自来伺候啊。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？再不说，我就要走了。小天啊，既然如此，就直说了哈，这个新城百亿项目的开发出了点问题，我总共动了手脚。 这个新城开发的那块地啊，是万隆会的。你看，你像没开始，是这个关键的环节就闯了问题。小天儿，你看，你也是我们一家一份子，是吧？我听说呀，这个菲菲呀，跟万隆会的那个温爷呀，他们关系还不错。只要菲菲肯出面，这件事啊，那肯定能办成。这一点好处嘛，自然少不了你吧。<笑> 菲菲怎么可能认识万隆会的温爷呢？冬天，你是怎么说话的？我们大家可是好话说尽了，连这一点不要脸哈！看看你跟那个小贱人不是有点认出，你怎么可能坐在这里？今天我跟你说清楚了，你呀，必须把菲菲那个小贱人给我叫来，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了，否则呀，休想离开这里。我就说。 一群卑鄙无耻、下流之徒，怎么可能跟我赔礼道歉？原来是为了新城开发的项目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的送货大亨没有理由。他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连内阁必位。 都奈何他不得，大哥，拿不下天龙会，你们四大家族会杀了我们。啊，这，死定了！史上名将之川镇逍遥王，南晋在王楚道川镇逍遥王。什么？你们说说，一个内阁阁主，统领那个千里高手，一个南晋将领，手下几十万精锐，就你区区一个擎天到现在还没搞懂，而且。 九月令人在他手，龙归燕举办在即，你们可知道一旦九月令出四级百万雄兵，一旦涌入龙人，是什么后果？属下闻，请逍遥恕罪。陛下息怒，我这里有坏消息。走，我们已经找到秦城的漏洞，保住这门户。好什么？什么？一介南京战区围攻抵一攻，攻不下来就给炸了。 我断他粉身碎骨，死个葬身之地！殿下休有天下，这李林宫乃国主亲封之所，况且又有皇族神位掌控，这一旦开战，后果快设想，请殿下三思。殿下，切莫着急，属下已经安排好了，龙归宴上定将擎天。
只鬼一离，一网打尽。不愧是十殿阎王，你这一招可真所谓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今天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，过了今晚，一切可就由不得你了。老公，明天就是魔尊荣归宴了。 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你能不能不去？老婆，你忘记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这件事不解决，我们将永无宁日。明天的人归宴，我一定会去。我真的很担心你。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既然你决定要去，那我跟你一起共进退。 哟，这不是叶家叶老爷吗？您还活着，老天可真是眷顾你，这样都没死。听说了吗？整个荣城已经被十万禁军全城接管，内阁三千全城覆灭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知道吗？今天你冒充魔尊伪造九幽令，杀我四大家的证。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咱们走。冤枉！这不是我们叶家的小贱人，让人玷污老爷子吗？叶飞飞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还不快带着你的这条狗滚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飞飞呀，我们乖女儿，听娘那一句。 赶紧的，跟那个份大婚礼。听说呀，宋太太还没娶亲，就凭你的姿色，如果让魔尊大人看上了，我们叶家岂不能青云直上，一飞冲天吗？孽畜，我们叶家怎么会有你们这几个混账东西？啊，恭喜，激怒了魔尊大人，你们几个不想活的是？哈哈。 你呀，早就把我们赶出了叶家，我们呢，断绝了父子关系，我活吧。南京战王楚道内阁阁主大人到。阁主战王，臣亲临龙城，可真是让此次魔尊荣归宴增添几分光彩。诸位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送给二位大人。 不是，战王，荣城四大家族，还是多谢你的鼎力相助，否则我死必早灭你的身。首先，四大家族为荣归龙城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你阁主才能容忍那些宵小之辈的胡作非为。今日是魔郡大人的荣归之日，我楚道身为南郡战区的最高长官。 以内阁携手接管荣城防务，若今日有人胆敢在此，胡作非为，别怪我楚道手下无情。我南郡战区有先斩后奏，我奉劝各位最好识相，不然格杀勿论。战王大喜，战王坐镇龙国，必然是兴盛繁荣。战国为我龙国威，四方征战多年，谁敢忤逆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 阁主，我是叶飞尘呐、啊。哎呀，听闻魔尊大人还尚未娶妻，我愿将叶家小女叶飞飞献上，来请阁主大人为我叶家苦梅呀、啊。叶飞飞，还不赶快滚过来，在阁主大人面前，你是想死吗？你个死丫头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阁主若能为你做媒征婚，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啊！ 叶飞飞，那可是龙城第一美女啊！要是嫁给魔尊大人，那可真的是郎才女貌啊！叶飞飞，你几斤几两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今天让你做什么，就得给我照做。你什么你呀、啊？不像你这么大容易吗？现在呀、啊，就到了你该报答我的时候了。今天呢、啊，要是魔尊大人让你给他当小妾、做小三，你不许忤逆，听见没有？
仇了，那只是到此为止，不过速决。我的魔宗大人，五年前你中了我的天人设备上之毒，然后终究没有逃出我的手掌心。我不认识，这小子，你这个烂的，要杀了你！杀我？你们所有人的小命都握在我的手，你拿什么杀我？龙龟宴上的花是我亲自祭拜，知道这是什么花？叫失心海棠。这种花是用来迎娶的，但是如果与酒水接触，就立刻释放出巨物，神仙难救的。没死之前，能告诉我谁在背后操纵一切？凭你们两个，没有这个胆子。告诉你也无妨，时间也不多了。我们的主子。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逍遥王，逍遥王，但陈曦，不错，难怪你们要我的九幽灵，还是想好你们爱外兄弟，我们老死无畏。可是明白的太晚，可是为何要让四大家族杀我们亲戚的白号人？他们毫不相关，多管闲事。宇宙坏我好事，他们该死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逍遥王就在现场。不愧是魔尊，此事我精心筹划十几年，其中因为你的失踪就耽误了五年之久。九幽令怎么交出来的？有我在，你就不可能成功。是吗？独立自己账吧！我今天若是不能把你碎尸万段，我逍遥王的威严何在？带他下去！来人，这个杀了他！干什么？反着你们啊！小天哥哥。好。哥。